来台湾已经过外国新上任日本驻台湾的代表片山和之，昨昏是举行就任酒会，伊唔那华语讲了真好，伊个老台语。伊嘛表示，伊任内有三项使命，伊要让台湾和日本的关系变更加好。伊嘛强调，日本政府会支持咱台湾加入 CPTPP。向在场的贵宾问候，来台就任一个外国的日本驻台代表片山和之甲夫人片山由美里举办就任酒会，行政院副院长林文灿、台资协会长苏家全甲各政党代表拢有出席。国军时尚回纳祝贺，国高经验丰富的片山和之全程拢用正老的中文致辞，佮特别是我那有点一下台语。他的部以台湾民主化为题写了数十论文，选址接近的此刻。来台有心，不仅感到命运的奇妙，台湾海峡的和平及稳定，对于包括日本在内的国际社会的稳定也是不可或缺的。讲到台湾真有缘，片山和之讲，台日的文化观光领域直接真济，也伫经贸半导体产业密切合作。片山讲，家己在任期间会努力完成台日关系更加好的三个使命，也搁再声明日本政府支持台湾加入 CPTPP 的立场。日本和台湾的半导体产业合作也正在发展，例如台积电在熊本县投资，台湾对日本而言也是极为重要的经济伙伴。日本政府欢迎台湾申请加入 CPTPP， 在这个方面我们要继续努力合作。 CPTPP 是台湾人最大的期望，还有在未来如何加强双方安全的一个共同的防卫，台湾跟日本是休戚与共，都要拜托大使帮忙。苏家全讲，片山进前派驻秘鲁任内，都常常帮助台湾。伊也引用宫崎骏动画中的台词，希望片山温柔对待台湾，推动台日关系会当愈来愈好。记者综合报道。